你往右边走，右边，我的右边，你的右边，这边，这边背光哎、欸。不会，你还在阳光下面，继续走。你在看什么？有蝌蚪是不是？有吗？有啊。真假的？你要把它救下去，要不然蝌蚪就要自己认为下来了。好。它就会干掉，那里面一定。往右边走。它在过去了，那边看起来都很奇。右边蓝色的那个练习那个仰卧起坐那个地方。那仰卧起坐。他们就在那边练习仰卧起坐啊。好，今天天气很好，然后有没有什么要说的？嗯、有没有什么要说的？要说就是，今天流变小。OK， 是不是暗示着说可以游泳了？好，那待会先游个，先游个。来，有可以有了，先游个来回十趟好了。拜拜。哦，我突然觉得身体不太舒服。最高的那个山有一个小小的土石流滑落。水慢慢变小了。但是还是好冰啊。